是慈悲爱众生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。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卷第八，华藏世界品第五之一，咱们前头讲世界成就，那是说一切诸佛的刹海，现在这一品华藏世界品是说本师释迦牟尼佛这毗卢遮那啊，答世界海的问，在四祖妙严品，那些个诸大菩萨，心理意念当中，一共有37问，这一品也是答37问的。前头是说诸佛的刹海，现在是说毗卢遮那佛他所依止的果报依报啊，依报叫华藏世界。华藏世界的一共有三品，第八、第九、第十，就是一品有三卷经，但是这个经所说的含义呢，启发我们的还是说你生信，让你升起信心，还没说你修行了，你把信心先升好。属于你所信的因果，初会菩提场，这个法会的会主是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他在这个介绍毗卢遮那佛的庄严的依正果报，现在都是一报。前面所答的那些个菩萨所问的是一切诸佛的刹海，那这篇呢专说毗卢遮那的一报，叫华藏世界。咱们现在所居住的就是华藏世界。要具足把这个名词说完呢，叫华藏庄严严具世界海之片清净功德海光明。简要说就华藏世界。这个世界里所有的境界相，有刹海微尘数清净功德，以这些为庄严。世界是依于海啊，世界于海，所以都把这个把海的名字加入。又者呢，世界建立在海的当中。所以世界依海。所以立海的名，华藏世界海。
这名字说起来20多个字，我把它简略了。说起来，我们这个果度众生啊，就嫌烦，怕烦，所以把20多个字的就简成了华藏世界。所以叫它华藏庄严世界。华藏庄严世界建立在什么处呢？建立莲花上，建立在莲花上。莲花所含着，所以叫藏。华是因，含着果德，成就了吗？才有这个华藏啊，世界海啊。这里面所说的一切境界相，每一个境界相，每一个相都有刹海微尘数的清净功德，所以就叫庄严。有时候他说华藏世界佛刹总，刹总，梵语呢叫刹摩，刹摩的华严的含义就是土、田、土地，就田土。这些世界海设着20重佛刹微尘数世界。一重一重有20重，华藏世界，乃至于说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，能言的是什么呢？这讲庄严呢，华藏庄严呢。能言的是佛所修的清净功德，遍于这个世界中。这仅仅是要佛的体，是要理上来说的。寡云华藏，先是要事业说呢，要事来说，那就很多了。有2种因，一者要众生说，二者要佛说，要助佛说。要众生说，俺们自己本具的有如来藏实，就是这个海的本体的香水海，叫香海。香海就是法性海，法性海住在什么地方？以什么立名？那么说到法性，法性就是我们心的本体，心的本体是因，所以叫华。因必含果，说含藏着，含藏着什么呢？就是藏实所含藏着自性的体性。这个都要自分的相分来说的，不是外边的器具，不是外边的器具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受，一半为自身。自身是的自己体性，生起来觉悟，生起来受，这叫含藏识，如来藏识。这个性的空义是由缘引起的，什么缘呢？佛所作的业，佛的业就修行的业，利益众生的业。我们经常来经论上说的叫性本具足，自性所得的，
你像释教所说的叫德，德，是自修的功德，行道由德于心，心所显现的，这是佛说的啊，指佛说的。那么众生本来具足的，自然的，自然具足的，但是没有修的力量，被眼物所掩了，那诸佛呢，是讲他修行的功力，把眼都除掉了，因此在修行的功力中就叫修德。咱们是具德，具德没有修，没有修等于没有。修的是德与功，功夫到家了，行道由德与心。说你修道的心里头明显了，那就叫德。说你修行就心里正德了，就叫德。但是这个说的以众生身，要众生说，他要五根，五根的有五种境界，他所知识所受的，就知受的意思，知识他性体容具的，那就是一切的苦乐等一切境界相产生中觉，觉是知持而受，受是领纳为意。咱们经常讲受蕴吧，是是领纳为意的。要是要祝佛呢，它是一大愿，一大愿，是大愿风大悲海，升起来无边的修行的因，叫华。所含藏的利益众生的眼镜，一切的果德上的法，重叠无奈，就是重重无尽的，所感的刹度就叫华藏世界，就这样的感受这华藏世界。在我们如来出现品第二品啊，把这个度世界，就是表示佛的所修行的功德。那对我们众生说，我们所感受的，你住的世界，就是现在你住在地球上，你的房子、你的居处，那是你果报的所感的。这个地方不讲众生，单讲佛。所以他感的差。是吧，这个相状，华藏寺的相状，在出现品，在如来出现品说世界，就说这佛的德。由于佛德是如何，世界也如何。那他的目的达到什么目的啊？国度是说法的，说法的它有个趋向，趋向于什么，它的宗旨是什么，它讲的三世间，戒里头就讲三世间，它是圆融重重相奢无尽，令着一切的菩萨，现在咱们都算菩萨，就是初发意的菩萨。